来下情歌 party party 夜散。坐在圆桌吃着大鱼大肉，欢乐围炉过年。台湾饶舌团体九一一推出贺岁新曲《帕利帕利》，以复古沉浸曲风，让歌迷们拥有浓浓过节氛围。另外，他们也为手游量身打造新年主题曲《红包舞龙舞狮》的元素应有尽有，一推出就冲上音乐发烧排行榜第二名。过年到好运也来报道，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鬼才黄明志也特地为新加坡献上祝福。新一年又一年，在家也要过新年，平安简单幸福快乐还可以省钱。借由喜庆旋律，快还期盼新加坡的疫情赶快结束，既温馨又能鼓舞人心。至于百万 YouTuber 这群人，也在小年夜释出了最新作品，给粉丝们过年亲戚的交战手册。我是家里的长子，家族借块忙死，你一年就回家一次，到时候别想分房子。一反合家欢乐气氛，这群人将不熟人的过年心声用 rap 重新诠释，创作无极限的还有他。买厝买买车买包好，爸母偌济，我今年总拢包好，我是唔知几个月，伊的什么长龙什么海运，我无熟悉。巧妙结合时事，引发满满共鸣，贺岁新曲强势推出，就是希望能用音乐和粉丝们一起过个好年。TVBS 新闻陈永祥、周佩宇台北报道。看我的眼神就知道，2022年你要跟我还有跟老虎一样很威。2022，跟我们一起伸出虎爪，制霸世界。2022，让我们一起像老虎一样威风啦！茄子蛋、午间情、高尔轩，19组大咖亲笔祝福，快上 TVBS 官网抢喽！